这小子，他知道近些天风清闲，他有点不一样。你们俩今儿只要盯上他，就不能让他闹鸭子。客官您请，就要旧薄六的小叶，再给来盘年糕。好嘞。再来盘年糕！晚上，干了，不坐椅子了。在晚上呢，仁兄，您是否看见北京前门门脸已经贴了告示啊？警察局已经下令悬赏捉拿飞贼，这回抓的是燕子李三儿。李三啊，听说他偷了太监，发了财了啊！这群草包侦缉队，逮贼捉不着，更知道跟黎民百姓发白诈财。是啊，要是捅出娄子来，哎，咱哥俩还想混下去吗？哎，你说怎么办呢？这么着吧，你在这蹲坑，死
死不放。我回去报告马队长，等队长来了，哎，咱哥俩听喝了。对，你快去快来，就这么办。哎，那还用说。来吧，兄弟，招呼吧。啊，张夫人，你看，您好不容易攒钱逛完了，我还来这给您这夺食。我，哎，我谢了，您自领吧。叫卖了不行？哎，不，这别看我都平平日子抠抠缩缩，在吃喝上我不在乎。啊，那我就领了。宣统三年到如今，大清国失势，改成民国，咱们小皇上跑到天津赋闲，得我真是全心全意的活得不错，知足。嗯，你别顺着，哎，喝呀，喝喝喝喝喝。这小王爷要争气，咱也不至受这个罪，也不至遭这样的瘪呀！啊，还至于让您这个黄带子奇人去卖豆纸，去换肥头纸？好嘛，这几个小子猴带胡子，一出没有。你丢掉了老王爷当年的权势，有没有老王爷那套老谋深算，成天的养尊处优挥霍金钱，今儿个摆了文武厅，英国跑马场，明儿个那个一个立回力球，要不就到窑子，哎，外国窑子找个洋娃娃娶媳妇儿。这趟说他没几年折子了吧？这是啊，老王爷归挺早，要是活到今儿个，非他妈非他妈气嗝屁不可。甭说咱们啊，在这儿受这个罪，连他们自个儿还撅着屁股找饭辙呢。哎，是，那是。哎，来呀！哎，好，那行，我骑了。别骑呀！咱这是天官赐福闹戏。来来来来，早着呢，早着呢，来来来。啊！张爷，我谢领了。罗平阳被犬欺，落魄的凤凰不如今。想当初就这104亩方圆的王爷府多个地方啊，还记得吧，连我的保镖胡院子都那么抖。啊，如今可倒好，喝口酒吧得捡点废铜烂铁去跟打鼓的那稀罕。妈，有证明，除了看房子没别人。妈，看房子不少，就是没人买。来来来，喝咱们的。喝，来来来。妈的，都死绝了！哎，有电没有？嗯，哦，响着呢，响着呢。我说，各位。煮熟的鸭子不能让它飞了，咱们他妈不叫门了。
给他来枪一锁。是，好，好，好，行了。这是我们警察局侦缉队的马队长，长官到此有失远迎。请进，请进。你在这儿，你在这儿，马队长，报告队长，连个人马也没有。报告没有，没有。你小子把飞贼躲藏到哪儿了？马队长，您这话说的，我是这座王府的护院，我能让一个飞贼进宅？你小子别把眼睛长在电钩子里，有眼无珠。要是窝藏盗匪，小心侦缉队的老虎队。行，马队长，您自管放心。只要这飞贼他砍闯了王府来，我把他弄碎了，用土簸箕给您搓去。队长，报告队长。张爷，张爷，你马队长，这可不是什么飞贼，不是，这是在王府里闲休的奇人。哦，是是是是，是当初老王爷的亲戚。没错，没错，你。奇人啊，是，没事儿，奇人干什么？啊，那不怕咬了腿呀、啊？是是，长官，您可真够耍弄人。我你妈蛋的！一查出来，这他们说我是窝赃，说吧，是不是等于跟马爷说瞎话了吗？怎么办？马队长，马，怎么着？您别着急，这孙悟空再有能耐，也逃不出您这如来佛的手心啊！好吧，搜是没搜出来，不过你小子要是耍花活，侦缉队的皮鞭子和辣椒水可不是吃素。我懂，我懂。Thank you.
好啊，欺不到我头上来了。侦缉队马队长来搜查，你也看见了，也听见了，你这不是起不二拉屎还往眼里插棒槌吗？啊，你欺负我干嘛？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？告诉你，在下姓张明禄，外号人称醉鬼张禄。大家从小给皇上养过鸟，熬过鹰，给总理大臣保过镖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乱世之秋，你把我这当下处，你这不是想坑死我吗？有人你下来，你叫张明国会会你。什么？玩阴的是不是？朋友，别处找馅儿去，别在咱们坎上找。真他妈邪性啊！我到底有人没人？哎，我说，我张禄也是好交朋友的人，哥们儿，真要是潜出了，好说。前面跟楼里头用桌上我有20块钱大洋，你可以拿走当盘缠，可有一节得麻烦您自己个儿去取。那我倒要看看有人没人。哎，我说梁平子，要是够朋友，老人家您把铁球给我扔下来，免得我自己个儿去取麻烦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好，各位朋友，咱们后会有期。
节开张，蒙各界光临，哎呀，实在感激呀、啊！恭喜洪掌柜，贵宝号日后必定生意兴隆，通四海，财源茂盛，达三千、啊。借您吉言，刘老板啊！给您道喜了。哎呀，多谢姑娘，落霞姑娘这么忙还来赏光，实在是感激啊。洪掌柜，您这副对联可写得好啊。这不，姐家在那儿呢。你精通好饮，尽是燕赵慷慨侠士，前阵逼唱，好，不是替唐风流爱人。哎呀，张爷，您瞧昨儿这场雨下的，都成泥塘了。您等着，我叫人啊给您搭个跳板来啊。哎哎哎，可不用着。张爷，惊动您来可真是赏脸呐！啊，我心中之喜，我赶不来了。啊，张爷到了，请列位入席吧。哎，等等，今天是贵宝号心中之喜，黄道吉日，我得给您添点乐。哎呦，爷呐、哎！来来来来，托张爷的红福，点上，听听响声。好、哎，好。晚上筷子。壮士尊姓大名，贵乡何处？在下姓李，名思安。自幼双亲早亡，
孤身一人，四海为家，初次相会，多多担待。请问兄台大号，家住哪里？何处发财？请。生于黄香围场，在王府护院，也无非是养家糊口而已。请问壮士何以剪草？剪而未落。哪个六子？白随斗章。哪个一补？田盘山下。哦，请问什么字辈？上得下长。哎呀，原来是师弟到此，师兄眼拙，还望师弟海涵。师兄在上，师弟有礼。来来来来来，二老红啊，我来引荐引荐。今天是双喜临门，一来是咱们大碗居新章制喜，二来是意想不到在这遇见我的师弟李思安。师弟新来乍到，以后各位要多多照顾啊。哎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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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说好说，我们这些人都是热心肠，浩劫侠义之士。我叫洪来福，从前在西北军，后来我看透了，我那些上司比土匪还土匪，老子看不惯，跳槽不干了。这位是天桥青云阁评书泰斗刘宝松刘老先生。这位是刘老板的另爱落霞姑娘，新晋在天桥一带登台献艺，色艺双绝。这位是刘老板的外甥秀才卢景安先生，写的一笔好字，可惜已无科举，满腹经纶呐，只得在天桥一带摆个字摊儿，代写书信春联。哦，对了，李先生如有家信，可以托卢先生代劳吗？啊，谢谢。我是无家之人，恐怕麻烦不到龙先生了。哎，哪里哪里，人生到处谁无家，得意江湖便是家。如能不弃，今后就彼此多多交往吧。李三远离家乡，独自漂泊，有幸得遇师兄，还结识了那么多知心朋友，真是痛快。师弟，你别见怪，在大碗居没来得及细谈，你是怎么落到剪草这个地步的？哎，这是师父死了，要是有知，在九泉之下，他老人家也不坦然啊。你说呢，师弟？当初师父传意是让咱们防身护卫，有个好身子骨，谁
让你干这？谁让你干这个了？那天在王府，我亲眼看见你到更楼取走我那20块现大洋。我佩服你的功夫。我那是逞能。给您。师弟为人诚然忠厚，我真纳闷，你怎么成了偷盗之人呢？偷盗？师兄，你说这世道，什么叫偷盗？那些王公贵族、官僚买办，他们的钱财，哪个不是贪赃枉法，从老百姓身上剥夺来的？那皇上吃金喝金拉银屎，三宫六院72嫔妃，他凭什么这样？这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偷来的、盗来的？就说你们王爷，妻妾奴婢满堂，他不偷不盗。他不从老百姓身上卡油，那能行吗？再说袁世凯那个窃国大盗，光做一件龙袍就花了那么多大洋，他不贪污不受贿不偷不盗，他拿什么养活十几个老婆那么多子孙？再有曹锟竞选大总统，凡是投他一票有头有脸的人就给那么多现大洋，这些钱难道不是偷来的、盗来的？我是偷了、盗了，可我才偷了多少？他们是偷国偷民，我是专偷他们给穷人出气的。我和他们比起来是九牛一毛。我是小偷，他们是大盗；我是民偷，他们是官贼。他们偷国偷民的倒成了正人君子了，我小偷小摸的倒成了江洋大盗了，我恨透了这帮兔崽子们。这些王八蛋们欺骂作教，我却放无意见，地无异路，到处大有非议，成天东躲西藏。来，师弟，喝口水，压压火儿，啊？哎，这年头有什么理可讲？你再有理，还是那些人捉拿你的人头。依我看呐，当个顺民，有碗粥喝，耐着活命也就算了。啊！要是他们连碗粥也不给喝了。